本読みと本10月5号古历啊、是达摩祖师圣诞日。那我想虽然过了两天，那我们也应该要得到达摩祖师的加持，所以各位念一下，来，一心齐请达摩祖师加持我定。好，那达摩，那标准的叫菩提达摩。那达摩的意思就是法，呼唤的唤，叫达摩。那释迦牟尼佛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一个离苦得乐的方法啊，就跟他咱找医生的目的，就是要摕到药啊。那有这个药，我们才可以不生病。所以所谓达摩就是佛陀的教法。那什么样的教法呢？叫做菩提，菩提达摩。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，所以菩提达摩就是干我经历的人，觉悟真理的人。那达摩祖师老了这世间最重要的教法，我们念下来，恶入四行。啊，这个入就是说这些人要进入这个解脱的教法、圆满的教法，有两种方法。那呢，一个叫理入啊，所以从道理里面能够进入解脱。什么叫道理？念下来，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亦有佛性。各位，咱大家有佛性啊？无啊？哎，真简单。但是因为大家都往外求，往外求，哎，我要翁，我要某，我要囝，我要钱，我要面子，我要让人讲我足水，拢未老。哎。然后呢，那你就会很痛苦啊。但是呢，自性本具足，所以众生皆有佛性，万法皆空，就这样，哎，一直提醒自己，哪一天你证入空性了，佛性了，那你就圆满解脱乃至成佛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世间存在一切是假呀，真的呀。那就解脱了，免办法会啊，拢未哭啊，拢未痛啊。但是你不放不下，哦，阮孙咧破病，我足烦恼啊，哦，阮翁对我真好，我足爱，好事人可要嫁伊啊。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个真实的存在。事实上，这个世间各位可以了解一切。拢是念一下因缘合合，啊，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缘起。既然是因缘合合的，就跟他各位在做烟供，离开茶，离开食物，离开空气，离开水，有烟啊无啊？无，啊，所以这个烟，它只是因缘合合的一个暂时的存在。跟他提定魂呐，提定魂，离开水气，离开温度，啊，风。所以云就不断的在变化，所以云提炼的魂也好，做烟供也好，各位，那这辛苦是真的也假呀？也是因缘和合，离开水，离开阳光，离开爸爸妈妈，离开种种，我们也是一个暂时存在。但是往往我们都希望它永远存在，永远健康。第二个，谁比人较水啊？呢？啊，都是讲伊呐，腰咧疼，脚咧疼。哦，你都嗨呀，痛苦。那事实上，各位爱点来去想这个道理，你来去想这个道理，就叫做禅呐、啊。念一下，因无所住，有了，你对什么东西你都要看清楚，才别去有白条的。因为去有白条的呢，你就感觉就痛苦啊。哦，
身躯破病啊，关系变化，钱无啊，政治变化啊，所以我想啊，在这种观念里面，那各位要一点一点去梳理梳理，所以这个叫理路，从道理里面去觉悟离苦，根本都无这个挂，万法都是虚幻的，虚幻的。那什么叫行路？既然斗笠了解，但是如何去做呢？那佛达摩祖师说四种方法，所以念下来：报冤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、称法行。虽然我们了解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但是呢，你要从真实的了解这个四行，行就代表你的身口意的造作叫行啊，我们叫无名缘行，行缘事啊。这些人老执着不明，那伊的这些行啊是一种执着、执念，无始劫来身口意造了业。但是如果你按照这四种达摩祖师所交代的，那达摩祖师就是佛陀的教法，释迦牟尼佛涅槃。传给迦叶尊者，迦叶传给阿难，阿难传给桑那合修，桑那合修传了优婆居多，然后达摩祖师叫第二十八祖，啊，他的师父呢波罗多罗，第二十七祖，那么他们，所以我们禅宗叫原始佛教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心法。那但达摩祖师说，你只要按照这二入四行，那你也可以成为菩提达摩，你也可以进入法性。所以虽然斗笠能了解万法皆空，但是你做不到啊！啊，所以我嘛知影假啊，问题我足艰苦啊，你啊，我嘛知影辛苦会死啊，问题我动不了。那我们只是道理了解，但是没有实修，那袂使啊。那达摩祖师说什么实修呢？第一个报冤行，咱人来这个世间是要来受苦的。要来防报应的，要来享受业报的，这点咱来了解，袂使怪别人，一切都是什么？来善恶业报，自作自受。各位爱点啊，想这个道理啊，你若点啊想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怪别人啊。我都是嫁唔到翁才安尼啊，生唔到所在啊，这袂使怪。啊，你的面生了安怎？起码自己的祖宗，干咪老母生吼你较歹看嘞，啊！所以各位感官报冤行就是，刚才咱一天咧记得讲讲，人来这世间是要来害罪业的，对不对？啊！我刚才咱今日犯罪去用监狱判去关，你袂使怪法官怪国家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安忍专心的修行，叫报冤行。也因为如此，不敢再造恶业。第二，随缘行。所以达摩祖师既然了解业报的道理，那么咱得要随顺业报。随顺业报，一方面忏悔恶业啊，乞丐；一方面呢，多做善事。啊，叫随顺因果。这个缘，这个缘就是缘起缘啊，法界缘起力。哦，你供养花，阿摆就较水。你帮助善巧，阿摆就较好行。你尊敬别人，阿摆生了较老，互人尊敬。所以，刚才各位咱的奉行啊、烟供啊、点灯啊、供养三宝啊，这个都叫随缘行。随缘行呢，也就是那佛教所讲的人天福报。哎，友好北部尊重师长，诸心不散，修习善业啊，上行乞丐布施，安尼呢来修行。那第三个，那叫无所求行。那无所求行就是解脱道、出离行。虽然咱诸恶莫作，众生恐行，但是呢，我们内心里面要知道，这些还是幻化的。啊，随缘消恶业，报缘行，广做善事，但是要不执着善事。啊，这个善事还要回向法界众生。所以了解一切东西幻化，再背一次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一切无所求，以无所得故，万法皆空。所以各位了解，虽然让人不完修在受苦，咱人来这世间受苦，咱尽量去忏悔做善事，但是呢，内心里面啊，保持无求，啊，往外求就苦啊，往内消除烦恼。那给你的感受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，有所求，我爱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，我执着这个，所以你现在感受。啊，虽然我们随缘行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但是要安住在这种空性来对。那第四个同要定，那叫嗔法行。那虽然我们无所求，但是我们要利益众生，要成佛，那你要嗔，嗔就是按照佛陀所讲的教法，那么去实践，按照实践来念一下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，以薄西消毒给他们，以七盖消除凶害毁犯，以音乐消毒清毁心。所以各位这一定要进步，如果我们在修行都不会进步，都没有进步，生气就生气，爱就爱，昏就昏，然后这样代表我们内心层次不够。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功德，那我们一定要达到念一下自利利他，对自己要有帮助。那进一步你对别人更加有帮助，你有法度调伏自己，你才有法度呢感化别人。所以我们要按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六波罗蜜啊，悲是以布施度千贪啊，所以各位你要常常布施，唔通咸呢。吐司面包，卡切片的淡淡的，钱肯落地啊。你要提钱去压压的啦。真正这个社会需要咱斗相共的太济啊。这些人要好呀，其实是布施来。所以自从我出家以后，我体悟这个道理。所以走到哪里，把钱用光，你不用烦恼。用光反而有更多的因缘去度众生了，更大的福报。所以布施度千贪，唔通疼惜自己呀，咱拢疼惜自己，惊自己吃苦。那事实上也要用辛苦来布施啊，用心来布施。第二，持戒度毁犯，绝对袂使去不完修，绝对袂使去不好，不管。你今日啊，要用毒做肉饼，拢袂使怨恨。所以这个乞丐，乞丐是对行为当中啊，不管安怎，我袂去伤害对方。第三，忍辱度嗔恚啊，不但乞丐内心内底还佫控制啊，我不但无要伤害你，我佫袂使生气，不管你对我安怎歹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世间呐啊，本来你就爱忍天气。热天气寒，身躯破病啊，子孙什么境地变化，这足正常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抗拒嗔恚心，那呢你就无法度圆满菩提啊。第四，来精进度懈怠，禅定度散乱，般若度愚痴。那虽然斗笠了解，我们要真的去做精进度懈怠。你别再听一听哦，布施乞丐忍辱，你爱逐工找代志去忍辱。所以一个人在世间搬乱，接触足侪代志变化，但是你要随时安忍，安忍啊！所以精进的还要去思维空性，了解佛法。第五，禅定度散乱。那既然你了解道理，那你要将这道理来调伏你的心，和你的心内底安心。你袂使随境界一直变化，你咪心情好，你咪心情歹。连袂袂安怎？因为禅定就是你有法度控制你的心安尼你就袂散乱去，散乱你就走掉。那禅定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来般若度愚痴你有专心以后，你才有法度去思维真相，按照听闻佛法、看经典去思维。哦，阮囝就是这个花，这个花即马足水，但是呢，伊嘛会变化伊是一个因缘和合的。所以万法的本体拢是平等的，花也好，草也好，那其实呢，迄拢是个暂时的存在，拢无是个真实的相，所以袂使对伊起分别心。
所以安尼你就袂去分别好甲歹。那达摩祖师叫做称法行啊，所以各位最爱背。其实达摩祖师就把所有佛陀的教法浓缩了，浓缩了。报缘行就是随缘消业障，要有惭愧心。随缘行就是人天福报，乞丐报喜。无所求行就是解脱道，不起贪嗔痴。称法行就是菩萨道、上士道。那各位呢？那达摩祖师把佛陀的教法精髓老一些晒干，进一步叫我们多研究《楞伽经》啊，当然还有《达摩血脉录》、《达摩》等等等等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咱台湾人大家到处都可以看到达摩祖师啊，但是呢，要去思维达摩祖师啊留下来的教法。所以，然后呢，再来达摩祖师虽然牛不得。盖了这么多寺庙，供养汉人这出家人，他没有空性，所以达摩祖师说：“这样没有大功德，只有福报啊！”所以离开了梁武帝少林寺，面壁九年。所以大家来背一下：哎，报缘行，随缘行，无所求行，称法行啊。那咱按照达摩祖师按照佛陀的净化，跟咱讲的道理，咱去实践。大家了解理路，万法皆空，只留慈悲啊！这世间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们要引导众生能够觉悟真理，菩提达摩。所以所谓法名呢，幻名，幻名就是经历的名。那按照这个经历，找到真实的生命。咱的世间的名是假，好。好，我们了解，像应该得细呀。现在做供养，佛前十供养大家跟我念：我等虔诚，一心祈请佛法身三宝，护法善神降临法会，我为父母祖先冤亲债主。六道有情，做大供养。咱做什么代志，拢不为着家己。前面是三宝，后边是北部众生、六道众生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就站在中间，这个叫空性。为了祈请三宝，为了父母、祖先、六道有情，那我们就达到菩提心、空性、大悲心。这叫皈依三宝的意义啊！你若想着我，你就艰苦。一念三宝，帮助众生，这两个随时在一起。所以点一根香，供一杯水，还是保持这样的观念。所以这样呢，来为六道众生做大供养。第四页，供香象征戒香，当愿众生心神安宁，身体洁净，三业清净。多闻妙法，供花象征微妙万行，开花结果，当愿众生处世如华，见者欢喜，身常相结，欢喜真理。从各位的念嘛，一定要观诵释迦往昔做善会童子，哇，用了七朵莲花趴在地上，怕佛陀的脚脏掉啊。趴在地上，然后呢，那七朵花供养出去，这样呢，得到燃灯如来的受记，所以就像，到了佛陀的时代，迦奢尊者一样，佛陀拿的花，法会重点又把这个花，传给了迦奢尊者，有了迦奢尊者，才有后来的菩提达摩祖师，把这个真理又传下来，那这样去观想，观想以后，这样的供养呢，目的当愿众生。你要想到六道众生都处世如华，除了脱离三恶道、相好庄严等等，然后我自己的思想非常的丰富、有力量、专注，活在我们真正世界，而不是这个世间的假象里底。好，供灯象征光明，当愿众生眼睛明亮，事业顺利，获正知见，智慧圆满。所以最重要，心灯最重要。目睭的灯呢，
这是一个代表我们的内心的菩提心的啊，这心丁再背一次，大慈悲为由，大信愿为助，大智慧为光啊，我们要发起了大悲心菩提心，要有这种智慧的空性，这样来上供下施，这样才会放光，慧眼重重，轮分七级。为什么要七级呢？第一层供养佛法僧三宝，再来呢下施地狱恶鬼道六道有情，都充满了佛光，让他们得到佛力的加持啊，法会广寒龙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大法会一样。净替成功，我们也要向，虽然我们造了很多恶业，如过去的阿那利尊者专门的杀人强盗，但是哪一天还有机会用这个剑把这个灯芯掏起来供在佛前，一偷东西就这样开悟了啊！后来发愿生生世世能够生在佛前出家，而证的天缘证圆明。所以一个讲的是大乘的菩提心，再来呢讲的是解脱道的出离心，但是这样来代表供灯的意义，然后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。第五，供涂油，象征甘露水，抚慰众生烦恼。当愿众生身心清净，相貌庄严，远离烦恼，人缘良好。接下来这个供流，你要一直想别人好。咱过去哦，我真好，我健康，我水，你会骄傲。但是佛法教你要消除傲慢，你别再想自己。咱家己敢那乌乌臭臭，只只低感官，还是咱想别人拢爱好，身心清净，相貌庄严，远离烦恼，人缘良好。我们共途游，还要在一直祈愿，要把这个力量给对方。大幸福考的教育就是理他，咱一定要理他你想别人，你就发到超越自己；你想自己，那你就是痛苦的根源。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，所以你每天同好这十供养，每天在家里都要念一遍，这样去观想，真正去发愿，要真正的供养更好。来，供水果，象征出世圣国，当愿众生远离瘟疫，不受灾害，享受快乐，早证佛果。所以供水果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水果呢？咱透早就开始做功德，一直修行，终于要困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！将这个同好的结果要来供养三宝，乃至这个最好的果行满三千，这种菩萨行圆满了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三大阿僧祇劫，这样子累积下来，就刚刚你讲你种一个水果，种一年，哇，终于开花结果。你每天都在等着把这个最好的水果来供养三宝，来布施众生啊，来养成这个习惯。再来供茶，象征清勤，当愿众生口齿芳香，用力可爱，安乐少病，巨大福报。供食物，象征禅悦妙食，当愿众生力大无穷，寿命延长，众人爱乐，变财无碍。那希望各位在念哦，你唔能够想别位哦，你能够安尼代表你做歹修行哦。恁囝长无顿来困，无要紧，你即摆在念，你就较专心，安尼你的心就慢慢有法度控制，安尼了解不？你长期用放散，心肝一石头冻袂掉，叫咩自杀？代表你普通时也无修行。你有修行的人，你当你念阿弥陀经，你心境一阵就超越，好吗？所以为什么有声音啊，有文经典啊，有实际供养，就要让你很专心，很专心啊！这个专心，你透过这个方便，你就达到你的佛性啊！所以各位呢，希望是真的要假，假啊！我要死也要变真的，就烦恼说，卖想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。各位，咱稍等下，搁十五分，大家拢来休息，紧专心念。迄阵咧烧嘛，念念念嘛咧，无炸弹砰来啊，是啊，逃不去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因为你一心在念佛，所以
佛教用了各种的方法，禅坐啊、诵经啊、拜忏啊、供养啊，各种方法，特别让你有法度善用其心，有法度将你的心恢复在佛性的阶段。所以各位对在起个今嘛拢做好代志啊，歹代志拢好代志，无一项歹的，干来你心肝歹啊，尔，想东想西啊，哄袂下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佛的加持。所以一定要很认真啊！所以供宝物，你要想哇，这个世间你看得到，拢变黄金珠宝、黄金琉璃、八功德水，变看它给了世界，安尼啊啊！你供养所有三宝，安尼功德要回向六道众生。来，象征法宝，当愿众生消除业障，心得安宁，福寿绵长，永离恶道。再来供宝珠。来，各位将我们的念珠拿起来观想哦，各种最好的摩尼宝珠供养诸佛菩萨。这个摩尼宝珠不是水跟白的问题啊，每一个要去修正的国王都有一个摩尼宝，这个摩尼宝一出现，所有的魔啊都消除掉。意思是说你手提念珠烦恼都不要找你麻烦，好不好？只要你有在念佛，这样你们能说、哦、我这条是什么琥珀，那不好了、对，借由外在来念，那最好的是菩提子。为什么菩提子代表释迦牟尼会不会醒魂了、醒魂的球啊就走人了、所以我想最主要是你要真实的有在念佛，那你就可以降服一切正的无生法忍、所以来供宝珠，象征摩尼宝珠，当愿众生相貌庄严，风度美好，破除奸贪，速证圣果。共生其一，象征柔和忍辱，出离生死，当愿众生所有安全，不遭破坏，色泽柔美，具有财宝。不空摩尼，各位观想啊，无量无边的黄金珠宝、香花灯、土果，包括你自己的生命，一切一切，我们叫身口意功德，所有事业都要供养三宝啊。那这样呢，以这个功德力，目的呢，不是为自己，希望地狱恶鬼道所有众生离苦，也叫上供下施圆满，众生超度。所以这个不空摩尼咒，各位你啊，真正的观想去念啊，佛经讲。你暗时要困，念一遍而已，你这世人要抬给父母啊，那种恶业都消除，无间业障皆消除啊。就是说，也不是说嘴巴念，而是你真心的有这样想。虽然那地方灵力有限，但是你有这样想，我要把我全世界最好的东西，包括我自己，完全的供养三宝，为了帮助六道众生离苦。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，这样早上念一遍，晚上睡觉之前念一遍。不可思议！那一句佛经讲，这个尸体，这个骨头已经死几万年啊！但是你有咧念这个咒的人，吹一口气，迄刷个压落去，死几千万年，这个嘛马上往生极乐世界，不空摩尼供养咒。所以各位就知道上供下施的力量有多大啊！所以你要，但是你要达到这个力量，那你要一直练习啊，一直练习，真心的。这样上供下施，虽然今晚的两祝福欢喜，众星桥多来。我阿弥陀佛，万劫万劫难，难难困难佛，更是上难难。虽然这个酒无定来念，不要背，但是各位后摆你哦，迄个思想就好啊。想着佛菩萨啊，全部供养，家己那是宇宙一切拢供养，目的呢帮助众生离苦的咯。那大乘佛法所谓发菩提心，就是安尼啊。规工呢拢咧虔诚啊，供养三宝，追求佛道，规工呢拢咧。
啊，下化众生啊，希望众生父母拢离苦得乐。不管你要啉一杯水嘛，是安尼，哦，用一杯水上供下施啊，加一个饭嘛，同款。所以咱人袂使自私啊，咱人就爱服务社会，服务众生。啊，为着要服务社会、服务众生，所以咱来读册啦，咱来做代志啦，咱来社会大行的磨练啦，啊。那么动机呢，一直拢是要帮助众生，但是为着要帮助众生，咱一定来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。各位读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的重点是，你若去极乐世界，不但袂起烦恼，规天咧听佛法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，或是内底众生皆存念一下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要重点是啥？唔是念翁、念母、念破病。啊，念好呀，念善，念正地那边念啊，双气高啊，什么人双一条？福德啊，对吧？众生皆有心，所以因为我看见双气的喊你拍拼啊，归起来服务社会啊，你真正要服务社会啊，那无得服务人，无服务高下啊，高魂压贵，安尼就好啊。因为这是世间随缘、随份、随力，所以哦，咱了解佛法的人，咱足快乐；那无了解佛法的人，足艰苦啊。所以咱就来问我讲，师父，啊，你要算命未？我双机会调未？唔通算。哦，去配面，甲我拄到拢未调啦，代表啥？有善根，有福报啊，你阁有机会卖做遐济恶业呢啊。所以各位。因有可能无，哎，咱来对同情啊，同情啊，啊，所以同款人有力量，但是你爱听闻佛法，你要了解道理，你才袂浪费你的生命。不然呐，拼拼拼拼拼，啊，所以曾经有一个太太来找我，我替你哭，我替你哭啥？啊，阮翁，我对伊足好，我钱给伊，替伊生囝，啊，哎，竟然去找别人。啊！我那个骂，伊讲当初你那要爱我，我冇理啊！你呢？因安个回来啊？当初想要你要爱我，想叫你要爱我，哈、啊，有理不？有理啊！啊，你袂使怪对方啊！所以各位有时候你要去想想这个道理啊！所以我袂讲啊，伊不爱爱你，你就卖爱就好啊！阮遐鸡啊狗啊，你咪倒爱一个。我独居老人，你嘛冇去爱一个。你要去甲斗相共，你安尼规工，干那要对迄、那个，执着着痛苦。伊讲苏林啊，你讲，唔是我讲的，佛讲的。所以你要快乐也要痛苦，你家己先决定啊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真正的快乐不是改变心态，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咱咧啉水，迄杯啊，这边破，我起来食这边就好嘛。这边。哎，这边会去刮着嘴，卖用得好啊！啊，你超工要下死命刮，无代志，我敲电话找伊啊！啊，那你就会一直在伤害自己吧。所以各位要学习来随缘放下。啊，随缘是尽力了，随顺缘。但是呢，拄着境界好的歹拢爱放下，对不对？好的你要抓牢的，歹的你要放弃，那么拢袂使。所以所谓供养，从同好的物件，代表咱生命同，拢要来供养三宝，好唔好啊？那三宝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帮助众生。啊，咱今日提钱去供养三宝，啊，三宝替咱做啥？哦，祈福相啊，放生应福经，就是这意思，替咱来用钱啊。啊，而不是说哦，我直接钱和师傅变师傅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也没那个想法。啊，就是讲啊，要安怎做功德较大。别让他走功德较大，所以当然我们的生命也嘛卖浪费，卖浪费。咱的生命变发挥较通好诶，咱的生命不能定位在赚大钱、起大厝、生囝、娶某嫁人啊。啥物变呢？因为大家拢安尼啊，迄个叫做世间啊，世间是啊卖啊。但是咱总有机会听佛法，那各位要改变观念。而且各位，你即马了解这個道理，你嘛真怕变甲你的边仔人讲，甲恁囝、甲恁孙讲安尼。
啊，该讲，哎，唔能去追求世间迄假的骗你的。啊，查甫更加缘投，查甫囡仔对你更加好，哎，你甲你骗的，互相利用利益啦。啊，因为迄种是痛苦的，无必要去做这种代志。读册努力就好，唔是讲要读第一名，第一名靠民主吗？无意思。啊，咱时时刻刻就可以去帮助别人吗？服务众生，所以我想各位呢，佛法的重点是安尼。那边呢，大家听闻呢，你去想想有理，你嘛开始爱去推动佛法啊。所以希望各位定来去参加社会活动、助念啊，特别是对方对我咧艰苦，你去甲斗相共，就这机会通过甲讲道理啊，布施爱意，然后法师、财师再来法师，对不对？将这个道理甲讲。即老大人、独居老人都会遐出艰苦，阮囝、阮孙拢无友好，歹势哦，佫互你送便当来，啊！你来借这机会讲，啊，菩萨世间拢是假苦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即马同要紧呢，哇！我带你念阿弥陀佛，叫做世界庄严啊！你若逐天忆念阿弥陀佛，哦，就你莫一直嫌讲囝无友好，我乃破病哈，政府对我无好，不要去想这个。慢慢慢慢啊，你嘛一点来个回向，回向加持啊，佛力加持，希望这老大人有法度保持正念啊，了解而保持正知正念。哎，那所以各位要脑子的境界对你有帮助。你想想啊，我倒一间买倒遐，无人要插我啊，无人要插我，还准备安怎啊？破病会变怎啊？来，阮老母甲我讲，一边讲，伊一边跋倒，拢无人知影，倒九点钟倒去涂下，伊咧想讲啊，我要去啊呢，啊，我甲阮老母讲，你咧定定想这呢，啊，咱随时就要死啊，边啊拢无半个，迄阵你要依靠啥物人？你来念阿弥陀佛咯，对不对？来念观世音菩萨咯，救苦救难咯，剩的拢无法度啦，啊，依靠就是痛苦，有听到无？好啊，解脱了。你莫要死啊！我找我助念。啊，你自己救自己。我即马来台湾的时间愈来愈少啊，歹势吼。你来赶紧救自己吼。所以因为到处拢有需要，咱即马同样紧的是紧来法国，怎样？紧来超度的，能够震惊。啊，无直接来伊斯兰国办超度啊！来遐感化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个叫人炸死，欢喜啊！希望伊卖个正经啊！啊，那是我们的心念，来发挥功德，回向叙利亚，啊，法国，啊，各种宗教徒，内心没有冲突，没有对立啊！各位，因足可怜，迄代人恐怖分子，其实伊嘛足可怜啦。啊，因为讲我安尼做是为了救人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是邪教啊，异教徒啊，啊，你们很可怜啊，我来救度你啊，你怎么可以伤害真理呢？阿拉是真理呢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很可怜，啊，被杀的可怜，杀人也可怜，就讲台地的人，地嘛可怜，台地的人可怜吗？足可怜，你们在讲台着北部呢，所以各位你袂使。敢若爱这边，唔爱这边，你袂使讲这个对，这个唔对，冤亲平等。咱咧处理这个社会冲突，只能按照佛法，佛法的圆融慈悲啊。啊，结果你看啊，法国被炸了以后，法国就派了十部飞机、20颗炸弹去讲炸弹，哇，炸死足侪囡仔。啊，今天报纸有出来，啊，那不造成那边人更恨吗？对不对？这个以暴制暴。能不能解决问题啊？无法度，佛陀讲用火无法度将火洗清去，啊，唯有用水，啊，万分无法度消毒万分，唯有慈悲有法度消毒万分。所以各位，法国人去用炸死，哦，叙利亚很多人被炸死，那是谁的责任？咱的责任，你袂使只能讲生气哦。你只能讲爱赶紧去做善事哦，因为这个世间是一体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袂使费用加在台湾无代志，连咪石头都去那个领导啊。所以各位，咱要有慈悲心嘛，
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众生一体，生命共同体。这个世间什么所在有艰苦，就是你的生命的艰苦，就讲你脚在疼，对不对？手在疼。这个世间只要一众生在疼，就是咱在疼。这个叫无我，释迦牟尼佛来跟咱讲，叫无我缘起。这个、世间是互相影响的，所以人有法多影响这个世间啊。所以世间愈苦，你会更加精进。更加念佛，更加食菜，好唔好？唔通阁食肉，好唔好？好，拜托啦！真正的恐怖攻击就是杀死迄只动物，哎呀，啊，甲你煎煎炒炒的，那个最恐怖啦！啊，所以你若做这个代志，你就在制造恐怖分子，你嘛是，然后互你杀死的就来报恩仇，了解吗？来报恩仇就变成世间的魔啊！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超度啊？一直超度啊！除了一方面放生、卖魂台，二方面要超度，减低这个世间的冲突杀业。这是咱来努力的呀！啊，所以婚姻观，哎，我今摆咧婚姻观，你若到暗时，全部的底下就上去台北台，啊，然后咧怪台北人吃猪吧，啊，所以。那我们杀业重，我们就没有福报，啊，所以各位，那这是咱的责任嘛，咱的地咧红台，咱的劳务咧台地啊，那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你要安怎修行拢无要紧，动机正确很就好，啊，我即马讲话同好，因为巴肚枵，大家拢未爱困，小等下头个要讲，困到无半，哎呀，艰苦啦，有个人的脑筋就未清楚。我这个人无咧困中道的，因为我不喜欢昏沉，保持正念，都一工要死啊嘛，搁保持正念，啊，都一工搁较大的痛苦嘛，是搁保持正念，哎，无紧，还过 ，OK， 安尼，啊，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。好，我们现在念一下简单的二十零斋，多一个功德，好吗？一百五十五样。很厉害，我现在病者都要155样，所以人要保持正念，你若乱去就病就病，155样，我无背我都病个，155样，二十零灾，这叫做这个世间真的有护法神，有护法神，因缘不可思议。啊，姻缘，所以各位，你若保持冷静，你就知讲下昼安怎，出去安怎，小看你内心里面会有个念头，护法神会跟你提醒，啊，所以你一定不能让自己烦躁，不能让自己脆弱，那时候你会乱去，啊，那个行了清，想了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行了乱，心了乱，境界就乱，安尼啦，所以你要把为了众生，为了自己。随时非常冷静，所以我们念二十零斋啊，155页五斋中啊，你甲看三德六位供佛其身，各位管用管用啊。所以然后呢，法界有情，包括地界普通供养。所以咧，食饭重用迄阵，当愿众生啊，咱家己食饱心情好，你要当愿众生能够禅悦无为时，法喜充满。所以修行佛法永远不离开这个上供下施，不离开菩提心，阿弥陀佛。